为了推展文心兰竹田天使花园承办此次屏东热播兰花馆，除了将浪漫的婚礼氛围意象搬进来，独家设计两面巨幅打卡花墙，更在近期吸引游客关注。其中这片以银色龟背玉与金色蒲葵交织而成的金银打卡墙就很受到民众欢迎。这是布置呢，哦，兰花馆的布置呢，除了我们的一个婚宴现场以外，啊，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打卡墙。它可以看到我们右后方这一个，我们打时下最流行的龟背鱼，透过一个银色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包含我们的金色蒲葵，它变成一个金银两个非常喜气也非常高尚的一个打卡墙的氛围。那如果来兰花馆，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片我们的金银所造成的一个打卡墙的一个氛围。除了有特色蝴蝶兰、黄橙橙代表幸福的文心兰等，天使花园特别置入媲美欧洲绝美街景的万代蓝墙，旁边则以圣耀蓝墙用喜气的红色点缀。就是我们把万代蓝做成一个万代蓝墙，那背后这个万代蓝墙呢，在欧洲它价值可能要200万哦。那来现场，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跟我们万代蓝墙合照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我们右边呢，你也看到我们透过这一个把我们的金色呢，跟我们的圣耀蓝的红色融合在一起。后面的万代蓝墙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果真，这特殊且美丽的花墙成功吸引游客关注，纷纷进来拍照打卡。天使花园业者强调，屏东热播将持续到228连假期间，除了有各种精彩活动，也欢迎游客走进兰花馆来拍拍照，看看花一级美景，感受幸福氛围。屏东新闻部提杨正义采访报道。